咋喇嘛一般的喇嘛上街让圣僧同你就把人把这次阿婆人们这次咋那晚上就那么个多点吃吧阿拉拉我这还叫给什么的多点吃吧阿的呢圣经上这个圣的一圣的这是云波的他不他经常嘛给我要的这里这些宁波第一呢没有人去第一呢给微信他的第一档嘛送他第一呢蓝用处都把他的然后你就蓝就是蓝他偏的会有的这些什么都得是把希望搞的这些宁波送过要的这些宁波的这里蓝嘛的也蓝嘛这些宁波甚至他们这里有的这些喇嘛有讲蓝的喇嘛嘛的呢，蓝的喇嘛嘛的呢，你这种喇嘛托托不有嘛？这一定长龙着我嘞，要学出来嘞，长龙着我呢，蓝的喇嘛就得蓝的喇嘛上脚是不是？就碰见这些东西，我上脚是嘛的，蓝的喇嘛上脚是不是？三界干两次脚把的。这些的老早吃吃，我说我去碰见这些老早上学生们的，你搞完我嘞，到上这里的，啊，搞完这次到神机上的，有人，干了我嘞，马他不就把了我嘞，都说说吃人了，可到干我们现在，那个碰见了大伯家呢，这个到了上这里的，现在了上这里的，这个就是大伯家不要嘞。上这这个下里吃空吃都不要了，这些就不要的了。今年一个喇嘛，这些更多嘞。两个喇嘛在他上这里，哦，他当咱们人啊去了有没这个不嘛的，除了中国人家这里上这边的这个多的这个嘛的，上这赶紧没那个多卡卡多嘞。上这个用的了这里，他当就地方人这个地方，就地方这个地方用。脱离个美丽的当街吧，虽然那么了电影我嘞，如果人多个人美丽我觉得，虽然那么了电影重要嘞，虽然是吧，他上街了，上街了，也不是那么急着要嘛嘞。我说虽然说的，他那搞的先搞忙了，出八百过来，先我忙了一把刀过来，他怕了都是把刀，虽然那么个他不嘞，虽然说不他碰那里应用嘛嘞，对不对？他虽然那么些吧的。蓝的喇嘛好过，蓝的喇嘛就上街嘞。喇嘛上就这么说的，这咱们好过了。这喇嘛他妈老的，这蓝的喇嘛有嘛嘞？他。在我们口中所说的上师，我们在谈上师的时候，其实并不了解上师佛和自心本来唯一，本来三者是一如的。这个道理我们并不晓得，因此在法本当中的诵咒劝请的开头所说的一切显相上师身本来即成阿拉拉，这两句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本来即成具有很大的含义，一切众生的心的本基是如来藏。大家都知道解脱庄严宝这一部论，在论当中说，因者即是如来藏，所依殊胜人生宝，助缘即是善知识，彼方便者即教授。这里面包含了一切道，所有道都可以集总集于一道。法本当中说，本来即成等那个能成是什么呢？它是如来藏，即上师指的是如来藏。所有众生都具有机上师，也就是如来藏。虽然具有机上师，但是如果不依止道上师的话，那么就不会获得果上师。这个机就像是冰块，这个之前就说过了。而道上师是菩提心，一切八万四千法运的要点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道上师。若将佛陀的法教全部都分析并且取出要点的话，这个重点就是菩提心。所以说八万四千法运可以总集在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在何处，我们应该如何获得，
它就是慈爱，它存在于所有众生的心绪当中。那它存在于何处？在母子之间的情感当中就具有。即便旁生道的众生什么都不晓得，是无名的，但是仍会相当的关爱宠爱自己的小孩，并且舔舐作为情感的象征。这一切行为都表示这些生物，这些动物们对彼此是有爱的，因为内心怀有慈爱，所以会守护保护彼此。因为内心有慈爱，就不会让心凝固成冰块，这是如来藏的特质。所以机上师就是如来藏，而道上师就是慈爱。在世俗上，我们姑且不去谈论有没有宗教信仰，即便是男女伴侣，若彼此之间没有慈爱的话，是否还能够一起在一起相处呢？哪一天当彼此之间没有慈爱的时候，自然也就分离了。现在的我们也是因为造下了善的因而能够获得安乐的果，连带的我们的暇满人生报也是需要有福报才能获得的。在轮回六道当中，人道是需要仰赖福报才能够获得，而福德归根究底就来自于慈爱。这世上不存在于有别于慈爱的福德。有些人会疑惑，既然是慈爱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要叫我们对上福田要献供，对下福田要布施呢？这些行为是六度，而六度是获取福报的方法，这一切是获取福报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福报。道上师指的是慈爱，所以我们常说祈请上师菩提心，这句大家都知道。机上师是一切众生都具足的，而道上师目前还未具有。这位这个孙南七八的上帝人啊，人吃够了孙南苗人去了，吃够就让你吃人吧，变成多人血压药嘛，吃够就主导就是血压药吧，人呗。孙南个觉得眼里这些有么困难，那么吃了多么吃多么吃的，多么鸡巴的大几年嘛，这得多年从挂个这些下矿了，多年吃让你个来的嘞。多年当经济松脚，等到那个地方再松过来，再下苦松这里的，但是他虽然叫他们是下苦药嘛的，虽然是菜的就不没人尝过药嘛的，虽然觉得搞这里的，对，晓得松药嘛的，但对了，虽然经济，虽然经济那么些呢，然而马上穷完了说，俺来吃呢，没路了我就吃不着药的。是那马萨不让个俺来抢了，俺就是不是接着说的，这伢们说我们的，接下来就这里让个穷那个俺来抢了，俺就是不是接着，这七八个干的，是那个七八的，哦，是那个七八，是那啥叫人呢？他刚刚来抢了，对不对？变了的，脱离个接下来怎么的？对，是那个叫了进来的，叫的三娘都着的。三娘的努力，这些有没矿让你当把你不对，所以我们前去的这些有没有的，这那个老人个吃饭跟吃什么什么的，这些有没有矿吃了有没有的，这下可能的呢，我当老二都长嘛的，那晚上没那么个人走的，我叫老人个吃饭了的呢，当老二都说说吃都是，挂个这里带过了，这人呢给他说我们咱们这里吃大了，到到上边去，咱们这里吃家这个没，上不就没那么难受了。跟了七八十八大个多的，当年上这个这边的苹果是乱七八糟买嘛，上这用了变成咱们人东西搞定了，这东西是让他来东西先说了，错这个了，让那东西来帮着你，这个东西这个可以，让那东西那个这东西这个一级东西过去给我吧，哦，这个东西一级东西做了过去吧，配置我实际他们这东西当年。能打人一手吧，可能哦，打对了对了，加上打人一手，动人一手，对了，我们南边人慢慢不松了，对了，打打打，都在这把的呢，
来龙的西龙的七八的龙，人家搞的好高高的，这七八的也不好高高的，这人家没有小家，这里了那么多家庭装上了，这里一些的小钱不，一些的了这里，也得有不，也是咋的，甚至哪怕七百八，这里一些的不要的，大几的么都算好高上了。这里再找个下过了，这里也没得呢。这里都他穷穷的用了，一把人那着，家里也没得三角钱那把你的也有嘛的。这里最近咱们大哥送了去的，都是些这里人搞些些小菜的。嗯，如果福德是慈爱的话，那么冰块有没有福德呢？由于冰块的本质是水。就像石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化变成水体一样，冰块能够借由暖热，借由温度的上升而融化为水体。因为此福德之因是本来的如来藏，在显跟空之间是属于空的。空性是指自跟它不成立，这是空性的含义。从理解的层面去知道空性，自然的安住于空性的这个状态上面，在圣义地就称为悲空双运。大部分人并不十分了解福德之因，对于福德我们只从今生的角度在谈论福德，而此福德因对于一个有福德的神士来说，若他这个有福德的神士单着于母亲或是妻子的子宫时，便会投生于人道，生而为人。若换作是另一个没有福德的人单着于子宫的话，那就会投生为子宫当中的微生物或是小生物。这两段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同一个文献或者是说法当中。但是据说如果单着于自己妻子的子宫的话，那么就会生而为妻子子宫当中的微生物。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福德，如果是有积累福德的人，那么不论单着于任何人道的胎子宫，都能够借此投身于善趣，投身于人道，经由福德之因，心会伴随着这个因。当心伴随着这样的因时，由于心的本质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最大的福德，只是因为现在暂时性的盖障而变成冰块，否则如来藏本身并非冰块。了解了这一点，便能够见六道有情等诸显现为上师身，只因暂时的课程所遮蔽而显现为六道有情。在理解的上面这样去思维，并侧重精进于慈爱。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去阅读普贤行愿品当中所说的威神普覆大慈力，不仅仅只是升起我想要升起慈爱，我想要利益众生的念头。如果真正升起慈爱的话，不论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痛苦，自己都会感同身受，会真实的在内心当中感同身受对方的痛苦。而这样的痛苦是如何的？透过自己去感受他人的痛苦，自己在体验这样的痛苦时，真实能够代受他苦，能够帮助到众生，消除众生的痛苦，能够修忍辱，承担友情的痛苦。这就是东练施受法的修持。当然在施受法当中有许多不同的道次第，对于本来集成，我们也可以参考直供大运五句当中所说的，因知贤有为天生，密咒生次则圆满。在机的层面上，一切有情皆是佛，而在道的阶段产生了相异不同，所以机的上师是如来藏，道的上师是慈爱，果的上师是佛果。透过慈爱，大家都会成为一体，就像大海。
正如大乘如大海的这个道理，对于一个有慈爱的人，他的心是极广大的，由于慈爱的自性能够变一切轮涅。就像温度很高，有暖热的时候，大海不会凝结成冰块，就像这样子的道理。所以应该要奋力的修持慈爱心，若能够具足慈爱，就符合佛这个字的字面上的意思，从我执当中苏醒，不再有自他二执。冰块跟海水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要以这样的理解去看待本来即成的这一句话。不论我们从世俗圣义二谛讲了多少道理，最终都将会归于圣义谛。不论修持哪一位上师或本尊，最终的成果是一如的，在圆满次第上面是都一样的。不论修持任何法，都需要了悟自他无二，应该证悟心如虚空般的法身境界，自他与心无二。如果从暂时性的方面来去理解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电化，但是所驱动的只有一个，就是电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电力，如果认真去观察电这个物质的话，它并不是存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捕捉，但是也不能说它不存在，因为它真实的驱动并使机器能够运作，它存在于大自然当中。过去曾有人请教米胖仁波切，问他什么是电力，米胖仁波切回复说，这是虚空的功德，就像虚空当中能够自然而然的产生电力，法身之中自然也能够生成报身与化身。这是从圣义谛的层面来谈的，所以敬请各位专注精进于慈爱的修持，并尝试去守护慈爱。在我们处于轮回的阶段时，要去认识这个慈爱。再说世间的一切友情都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的时候，要以意念母亲的方式去思考，不论是多么恶劣的情况，在动物界当中，孩子对于母亲有爱，而母亲也对孩子是有爱的。所以我才吩咐制作转经轮的人，将转经轮的上方的形状设计成这样子，对他说，转经轮的上面不要放任何水晶或者是装饰，为了意念母亲，所以将转经轮的头设计为母乳的形状。叫各位意念母亲的原因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母亲的。有些人主张他不爱母亲，不爱母亲的原因是因为你内心感受不到，否则你今天能够获得人生，能够走路，没有母亲是不可能的。没有母亲在怀胎十月的孕育当中是不可能有这些的。而不了解这些来自于我执太过于至圣而感受不到，若无法真心的去感受的话，僵化凝结成的冰块便会维持这样的状态。因此说慈爱是极为重要珍贵的，而慈爱需要借由母亲才能够获得。因此所有本尊的观想持咒等等，都是为了破外在的相和物质等这些而修升起次第，而于内心的圆满次第是以照射光芒以增长慈爱，为了升起慈无量心而从咒曼放射出光芒。若对他人升起慈爱，透过咒曼放射出光芒以清净众生的罪障，当对他人升起慈爱的时候，我执会随之消失，能够任运成就自他二力。今天以此向各位做简短的报告。总而言之，外在的上师可以认识为莲师，内在的上师为慈爱，而意义的上师是如来藏，
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我们自己也具有。如来藏就是佛，如来藏本身没有自他二执。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掌握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请大家继续进行研讨。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上师善知识们推广佛法，转动法轮，应该将他们所说法的内意都集结起来去理解。纵使有100尊本尊的修法，也要融合成一尊做修持，而这个唯一的核心或是要点就是菩提心，将世俗菩提心结合融入在慈爱，将上师融入于慈爱，透过慈爱的修持逐渐升华，直到见到圣义地，最终不论是大手印或是大圆满，都是在讲无二，也就是本然的智慧。如果自己有一天领悟了见地，那么就能够将业风转为智慧风。智慧风是自如的，是有自在的，有自主性。而业风的话是随业而转。自己是否受到业风的支配，是否随意于业风，要在实修的时候自我观察。实修时要将实修结合体验。当念头和烦恼升起的时候，以自己的正知念去觉察，当觉察的那一个刹那，那一个片刻，便会像在水中画画一样，会立即的消失，那个水中画作画纹路会立即的消失一样。这个时候就是智慧风，是有自主性的。而受于念头或烦恼的支配是什么？倘若今天对一个人生气，明天看到他嗔念又在升起，这就是业风，随业而转，透过这样子植入习气，暂时性的流转于轮回六道。对业风和智慧风两者之间的差别，应该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去认出，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后，在实修上面下功夫。当念头越容易解脱，本智风或智慧风的力量就越大。本智是指本来知道，心和虚空无别的这个状态叫做本智。了解自他无二，在这个状态下去修持的话，不论该法门是简短的或者是广轨，不论是做任何的修持，其要点都不例外的是两种菩提心。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持咒。谢谢各位，我已将自己所知向各位报告完毕。